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我又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我又来了。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德州。今天的露营地呢是滩头村。我选择在学校的那个跟前住的，因为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。我之前的那个床是在那个后面，吹不到空调，因为这边天气实在是太热了。今天我打算重新把我这个床给改装一下。我现在把我这个充气床全部都打好气儿。正好有两个那个小气垫，然后分别给它放到前后，这样的话就稳了。我先试试看看行不行。反正这样睡也行，就这样睡还能吹着空调了。高啊，舒服倒是挺舒服的，就是这也起不来了。这样的话只能说躺着，但是坐肯定是坐不起来的。我让你们看看我这车里的小环境，吹着小空调，不冷不热的，真好。现在呢才8点多，然后我现在也睡不着，我再剪辑会儿视频。看我这个大床是不是挺不错的，环境很不错吧。把我的电脑找到了。